随遇而安，强求没用的，是你的永远是你的。你想带红带紫是天给你的，你懂得努力，你做对了，天就会给你这个运气。那自己运气前，你不练球，你都不准不到球啦，是吧？你不断的训练，有机会给你的球到你的脚上，你就当英雄了。我进了个头球，所以人家说，哎，73还能顶球，因为我在电视 TVB 的时候，那个是一个每天都有 live 的，每天都是直播的。我就因为进行的时候，我已经中投进嘛，他们全都红了嘛，所以我要做一个特别的形象。哪个年代？70年代，每个人都翩翩君翩翩翩君子啊，我就反转来，所以就叻就来了。普通话是显摆，什么都应第一，从来没第二。叻就是我的态度。你要显摆的话，你要做很多不同的预备工作，就像踢球一样。你躺平，你怎么能够红呢？你都不苦练去唱歌，不苦练你的足球，你怎么赢呢？我们全部都是最穷的起步的嘛，我们什么都没有哦，我们今天不工作，明天就没有饭吃哦，同你等死了。你没有斗心，你做什么也不成的，什么都是靠斗心嘛。每个人都是一双眼一双手一双脚，你学的东西你是前人的经验，你怎么要成功是你自己发奋嘛，他们怎么赢啊？